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要聊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，开发者将 ChatGPT 与 Unity 引擎融合，说指令做游戏。这个话题近期在业内引起了很大的关注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尝试究竟是怎么回事吧。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 ChatGPT， 它是一个大型语言模型，近期非常火爆，越来越多的人想要知道生成型 AI 对于游戏研发究竟能够带来多大的帮助。而最近一位名叫 Keiro Takahashi 的工程师分享了自己在将 ChatGPT 集成到 Unity 编辑器所做的尝试。在他分享的影片中，你可以直接通过 Unity 引擎编辑器输入自然语言指令，随后 ChatGPT 就会自动帮你执行操作，例如创造方块、移动方块的位置、增加光源等等。然而这个尝试还并不能够被所有同行使用。 Takahashi 表示，在很多情况下 ChatGPT 都无法正确部署你给出的指令，但即使如此，探索 AI 在游戏研发领域能力的尝试也已经越来越多。例如 Gearbox 研发部 TA 总监 Brian Smith 早在2022年底就公开表示，他的工作室已经在工作中使用 AI，并且鼓励其他美术师学习这些工具，因为他们可以帮助解决很多日常问题，节约大量的时间，并帮助减少过度加班现象。那么这个尝试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？未来的游戏研发领域 AI 将给行业带来多大的变化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啦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话题，欢迎点赞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，下次见啦。